蒙牛啊，2319，佢就42蚊有貨嘅。佢話問短線一個月點睇咧 ，Carrie 嚟嘅。蒙牛咧，其實咧就近期嗰個嘅股價表現咧，都係屬於一個嘅靠穩嘅狀況啦。咁就咧，即係我諗某程度上咧，都會係留意得到嘅時候咧，咁就喺三月中嘅時候咧，已經係即係升咗上嚟嘅。咁啊咧，而家又唔係有一啲好多嘅消息嚟到去配合啦，咁咧就咧再加上大市嗰一個成交額又唔係好強嘅時候咧，咁啊咧傾向上咧啲資金咧就變咗就會有一個嘅流出嘅狀況。我諗咧暫時去睇嘅時候咧，主要波幅區間咧都係維持翻咧喺40到44蚊之間。咁如果唔係見到連續兩日突破到44蚊收市嘅時候咧，暫時嚟講咧嗰一個嘅上升動力咧相對上都會比較係少一啲咯。咁我諗咧嚟緊咧都要係可能係配合。如果佢有一啲新嘅業務嘅消息去係利好嘅，咁咧就咧而咧令到個市場重新關注嘅時候咧，咁先至有機會咧可以咧係咧挑戰翻咧係46蚊或者係48蚊呢啲位置。暫時就缺乏方向嘅可能性就會比較上係高一啲。